我是一位伟大的艺术片导演，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经典作品，比如《重生之我和异性交换了身体》，《一个男人与五个女人在宿舍的日子》，这些都不是我做的。我们夏征栋传媒公司已经成立了9年，员工一个个都在混吃等死，我不能再让公司这样堕落下去了。振兴国产动画，吾辈义不容辞，所以我决定今天要自己做动画。那么做动画的第一步就是背景设定，这种设定有很多种选择，什么转生异世界啊，霸道总裁爱上我啊，校园热血王道啊，但感觉这一类主流题材大家都看腻了，所以我决定干脆把他们全部凑在一起，最后结合中国文化收割一波情怀，积极穿越后宫热血于一身的设定。没错，这个时候我打开了山海经，开始了我的构思。山海经里面有许多奇珍异兽的奇幻设定，所以我们的动画名就叫做转生到山海经异世界的我实在没办法在美少女凤凰到爹的情况下依然不为所动的拿下世界冠军，最终和异兽终成眷属，穿越后宫热血外加中国文化全都有了，神作呀！我真是个天才，我们的动画要火了！在这公司干了9年，从来都没有正经的活干。今天老板信心满满的给了我一个任务，终于有人赏识我了。看来我的升职交接时机到了，让我看看是什么大宝贝儿。转身到山海经异世界的我，实在没办法在美少女凤凰当天的情况下，依然不为所动的拿下世界冠军，最终和异兽终成眷属。哦，我懂了，既然是这种题材，那一定要练习一点才能符合要求。先设计一下女主角吧，二次元我最在行了。她的设定应该是山海经里面的一个年化异兽，这个异兽有大众化，设定要素够的蠢萌，要有一定的知名度，最好是特别能吃，最重要的让观众可以充实。那么就觉得是你了，实时。他们编剧写的什么鬼设定，明明是个章鱼还非要挑山海经的题材，还好有我这个书香门第来给他打圆场。我看标题是什么，转生到山海经异世界的我实在没办法在美少女凤凰当天的情况下依然不为所动的拿下世界冠军，最终和异兽终成眷属。虎真娘化。好的，我们来看看设定，异兽要大众化，要蠢萌呆，最好符合原版山海经的设定，还要让观众可以充实。我放下了手中的笔，来到古籍经典中追寻我的灵感。虎针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秘怪物，名叫咆哮。根据古书《山海经·北寺二经》的介绍，其状如羊身人面，眼在腋下，五尺人手。真他妈娘化呀！各种人的神话都比这个好做吧？哎呀，他妈的烦死了！赶紧随便给我交差吧。终于可以看到大家的劳动成果了，夏征栋传媒公司这么多年总算开张了。老板，我的角色设定做好了，你看看。很好，让我们来看看天才编剧给的设定。饕餮，为什么是饕餮啊？饕餮不是吃人的怪物吗？为什么选他拟人化呀？山海经不是有很多可爱的奇珍异兽吗？为什么选了个最能吃的呀？这你就不懂了，导演，因为石石的名气比较大。石石什么鬼？听说因为他只进不出的奇葩设定，获得了手游抽卡玩家的一致追捧。另外，这种奇葩设定现在最吃香了，永远不知道观众的基点在哪里。好像有点道理哈，可能刚开始会有点不舒服，也许习惯就喜欢上了呢。啊，老板，我的美术设计也做好了，你瞅瞅吧。很好，让我看美术的设计吧。这他妈是个啥？你是不是对二次元有什么误解啊？这是要把观众都吓尿吗？根本就是在条件上面找了个女孩子好吗？还有胸前这两个是西瓜吗？信不信观众跑过来问你这个瓜保熟吗？虽然最近吃瓜有点多，但也不能这么搞吧？你看这个下半身怎么回事啊？画的也太简化了吧？因为时间很吃紧啊，所以来不及细化了。来不及细化就不能这么简约啊！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有人会拿来当老婆？难道你们就不知道找点参考吗？比如在幻书启示录中全新登场的幻书招摇，它就是山海经的幻书形象，其原型是咆哮，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凶兽饕餮，它可以在吃饱了积攒一定能力时变化成任何传说中的生物，为了保护部落袭击，他被迫变成饕餮，使他永远都吃不饱，也无法再变回原来的样子。人类害怕他，所以就把他封印在地下。虽然是书中凶兽，但可爱的反差却给我一种非常想保护他的感觉。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蠢萌呆又可爱的女孩子，天真直率，偶尔装凶，又能吃，还很好骗。这才是真正二次元娘化的饕餮呀！为了他，我还专门改了一首曲子。吃太多，因为人家真的容易饿。
头顶。